飞机对上码之后啊，然后校正这个云台，然后找一个比较平整的东西，或者充电宝，或者两台手机，啊，放在飞机云台下面，然后，遥控器的两个摇杆，左边是左上角，右边是右上角，啊，大概持续10秒钟左右。松开之后，现在摄像头已经完全松掉了，它是没有功能的现在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平整的地方，第一面校准是，啊，把这个左杆打到左上角，然后持续大概5秒钟以上，松开拿起飞机。可以看出它就已经有功能，可以校准。这个校准第一步完成，完成之后，第二面校准，把云台打下来，按这个下键，让飞机让云台打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然后再一次重复第一步动作，两个摇杆对角，持续10秒钟以上。完了之后啊，大概全部都已经松掉了。完了之后，再拿充电宝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垫在下面，把云台放下面，镜头朝下这个位置。这个左杆同样的持续5秒钟以上，然后拿起飞机，现在云台就有功能啊，拿开，现在就是平的。现在可以打上去，好，完成。